你在看夕阳？不，我在看夕阳下你的身影。你确实是认识我父亲的。我想起我曾目送着你们一起在夕阳中离去。是吗？我居然没发现当时你在背后。莫莉，我和你的父亲不是朋友，我救你只因为你是你，所以请不要去探求真相。这是我第一次出海。云顶雪山在海的尽头，药和食物我都已备好。过了海，也许青衣楼就不会再追来了。我总觉得事情不会太简单，但你不必太担心，我会守在你身边。看来可以用这个送你们上船。这木杆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
你怎么上船呢？刚才看到的木杆或许有用。我去棚内开船。是青衣郎，是无命，他终于来了。背叛的后果你很清楚，你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何况他的。江湖只知道青衣楼的刺客令人闻风丧胆，却不知道青衣楼的幕后还有直木关。人人都说青衣楼刺客从无失误，但我知道青衣楼刺客曾屡屡失手，甚至命丧当场。为他们善后的是直木关无命，你也应该知道，直木关不但为青衣楼善后，也为青衣楼扫除叛逆。我知道，从我离开青衣楼的那刻开始，我就成了你的目标。那你为何还要背叛青衣楼？我想争取一个不一样的结局。也许我觉得世上有东西值得我不惜一切要去守护。你有想守护的东西，但要记住，你要活着才守得住。但你活不下去，因为我想要你的命。并不是青衣楼最强的人。不，
青衣是青衣楼最强的刺客，但现在的他赢不过我。拥有千万的青衣只是凡人，把这姑娘绑上，至于青衣，我会亲手处理她。